饭烤饺子，，韩国人，안녕하세요。你看，他又有了韩国人。你看，简单的问候换来多么可爱的笑容。健康好，买个健康好，三百块。你需要健康。对，我需要健康。哎、欸，等你，你拿了，等一下一起开。我们看不是一起打开，他们说 say no， say no， say no。哦，中级耶，中级是好的吗？中级还不错啊，就是挺啊，还有大级啊，对啊，小级，小级，小级感觉比中级差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哎呦，我看到这个兵器，轻什么字？轻伤可以快速治疗，是吧？最快快好了，是不是？这是整抽一个、啊，希望。他那个脚那个刹车力很好 ，OK， 这很滑哎、欸，在日本会怎么讲？一般都是这个。中间那个凉亭那边出发，然后跑到那边的地，那边就是很多美式餐厅，然后很多外国人就在那边吃早餐，然后看超趣哦。然后就从那边再跑回中间，跑到那边是码头。其实我以前当球员的时候是非常非常讨厌跑步，因为以前跑步的时候都在全力冲，然后要求自己跑在前面，所以会很累，然后就非常讨厌跑步。但是退休不当球员以后，当教练以后，就是能运动的，因为你也打篮球，你也不可能真的去外面打篮球那种，所以就开始会慢跑。但慢跑通常也是在跑步机上面，因为我很讨厌跑步，就是会变成说我可以边看剧，然后边跑，看一集跑完，然后就休息，然后有很少有这种机会，就是看哇外面很漂亮，可以在外面跑这样子。就是很多教练，很多年轻的教练，像冠伦他们也都是这样，以前都超讨厌跑步，现在都是
跑步迷，就是不跑不行的那一种。那我是希望自己就是每个礼拜至少跑个一到两次，然后流汗，不要变胖这样。就是绝不变胖是我当教练，就从球员当教练的一个目标，不能让自己变得很胖这样子，对，所以才是要跑步这样。我们出来打这个比赛，就算真的是能力或是技不如人，我们的精神面跟作战的一个拼劲的一个态度，其实不能因为输球输很多马上就是在第四节整个掉下去，那应该一直维持的是怎么样去想办法把分数咬进，或怎么样去改进一些失误的东西，或者在进攻，不管在进攻还是防守上面，那个态度其实是一直不断的40分钟的维持。那我觉得第二场前青球员就做得很好，对啊，他们就算被拉开，他们还是不断的压迫，就在防守上面不断的是做到我们教练团的要求。那在进攻上面呢，其实在节奏场控可能还有一点点还行，没有那么稳定，但是他们有做到，他们就是我们教练团希望，就是你在掌控节奏上面没有快的时候你就要慢下来，这个东西其实在第二场做的算还不错的。那我觉得最重要要怎么样去跟列国的强权去抗衡，就是在国内先不断的竞争，然后留住最好的球员，然后在台湾的联盟里面，台湾的联赛里面，把这些最好的球员都留住，然后在里面不断的竞争，然后慢慢的这些制度都做得越来越好以后，我们才有机会可以跟那种列国的强权去互相抗衡。因为现在来说，台湾有一个比较先天的一个硬伤，是我们人口还是比较相对比日本跟韩国少。对，那你的人口数少，你的优秀球员就可能没，或者是你的有身材的这些东西就没有那么高，没有那么多，所以这是台湾的一个硬伤。但是我们也不能把它当作一个借口，我们还是可以输出很多很优秀的球员。那这些我们这些顶级的优秀球员，现在大部分的球员都在大陆，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联盟 run 好，然后越来越蓬勃的发展，把这些球员以后都会去想要去大陆的球员都留在这边，然后再做一个很好的竞争。那我觉得慢慢的我们就可以有机会去跟各个列国的强权去做竞争。今天是在冲绳的最后一天了，然后跑了一圈，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棒。然后这个东超的赛程也其实也安排的蛮到位的。那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这个赛季可以再拿一个冠军，然后明年继续来参加东超这个行程。那相信明年呢，我们的球员也会更成熟，然后会有更有竞争力。拜拜。